弟兄姐妹，你期不期待神在你身上面做新事呢？放松2024，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，神必定有新事在我们身上发生。是啦，在刚刚我们的堂庆的里面，我们就发放了新酒涌流四部曲的信息，在我们当中也都见到神很多很多的新事不断的发生，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期待神会做新事的。神带领六一从心灵崇拜、新酒崇拜，一直到活水之夜。从今年9月份开始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，神带领我们一个全新的平台——新酒涌流崇拜，将过去在特会所散发的生命树气息，现在每一个礼拜都在我们当中呈现了。系啊，你讲得好啱啊！我哋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养分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很想发放，只是一个特会是不够的，所以除了每一个礼拜我们的主崇之外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参加这个新酒涌流的崇拜的，期待见到你哦。当我为新酒崇拜祷告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非常磅礴的一个瀑布，水非常的丰沛，不停的往下涌流，充满了能力，而且可以闻到那个草的香味。我就听到神说，新酒涌流就如同这个瀑布一样，给别人的生命带来能力，带来盼望，带来生命，带来复活，带来苏醒。我听到神说，新酒崇拜是我要做的，我一定会让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遇见神，遇见耶稣，他们的生命经历医治，经历更新，经历突破，经历改变，而且神愿意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可以重新的复活。